是有很多遗憾的，比如说时间的话，你一定要在旁边的咖啡馆坐一坐，喝一杯咖啡呀什么的。真的，我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没时间了。但是如果你们要来的话，一定要尝试。和清迈比的话，要真的便宜。比如说住进小彩房子里，后边去拜见的小伙伴们记得打卡吧。他这个酒店门口他就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，现在真的要去车站回清迈了，真的好不舍，我天，简直太美了。这个很多中国游客的话基本上都是玩一日游的，但是很多老外的话，他们基本上都会在这儿住上个一个礼拜几天。我的建议的话是，这块你可以一直待在这里，我觉得都可以。走，新来的，祝你们在泰玩的开心吧。